真好玩，真好玩，给我玩，给我玩，别抢，别抢，给我嘛！多多，你看，给我，给我！怎么办呢？哎呀，太可怜了。哎，这小姑娘，那害人的黄烟啊！哎，这烟是从哪儿来的？是啊，这烟是从哪儿来的？我们跟着黄烟飘来的方向去找。对，这能有办法？快去找，这找不好。就这里，你们等着，我先去看看。嘿，你是什么妖怪？胆敢在此大肆放毒，残害生灵！嘿，我是大名鼎鼎的绿鼻鬼王，今年归我统治世界。你不乖乖的服从，还敢来闯我的洞府？我得给你点厉害！嘿，啊！这荷花好香啊，
勇士哥闻了，一定会醒过来的。对对，一定会醒过来的。来的呀！哎，勇士哥，快醒醒！勇士哥，勇士哥，醒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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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是什么？雪白马死了，这是雪白马变成的荷花。香气啊，哎，我受不了了，香气快停下，香气快停下。我明白了，纯洁的雪白马用他忠诚的心变成了一朵洁白的荷花，来帮助我们去战胜可恶的绿鼻鬼王。哼，我要为雪白马报仇。对，报仇。绿鼻鬼王，我要和你算总账。啊，好大的胆，还敢来送死！去你的！哎哎哎哎哎哎嘿！啊！啊！勇士哥，勇士哥来了！哎，哥！哎，伙伴们，你们看，哇，这朵花真是越看越漂亮了，太美！这可真是一朵不平常的花呀！让我再好好的摸摸它，是啊，行吗？它是朵神奇的花。你有一颗金子般的心。用毒烟危害人类的绿鼻鬼王被消灭了，人们为了纪念忠诚的雪白马，决定把这一年命名为马年。凡是马年出生的人都纯洁善良，忠于友谊，有一颗金子般的心。花贵沟，小猪小猪长长手。